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护肤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98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传世系列的 Quick 这个是 G1 Universe， 但是 G1 的动画里头其实好像它是没有出现，这个家伙只出现在 G1 时期有一个玩具的广告，它强调是双目标战士的成员，他是狂派三人组中的其中一个。那刚好呢，另外两位成员真鼻跟这个紫色直升机，我忘记名字了啊。这刚好这三个玩具呢，我都有入啊，也是意外的让他们能够组合在一起。那么说到 Quick 的话呢，其实我手边的这个玩具的话也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目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一套传世系列，上一款的话呢就已经回到了2015年左右吧，已经距今快10年前的这个泰坦回归的这个模具，它是跟老顽固相同模具的了啊。那不过的话呢，这两个放在一起，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各位说，难得有新的玩具呢做的比旧的还要再好一些。怎么说呢，为什么我说好一些，其实它这个玩具应该是很好，但是我只能说泰坦回归的这个 Quick玩具的设计来说，我真的觉得是太好玩了啊！撇开它是头领战士，颠覆了原本当时玩具的人物的设计不谈，它的变形啊，还有它的一个整个表现，特别是头雕啊，我们来讲一下。我记得我当年凭这个泰坦回归的这个 Quick， 我说它可能是我手边的玩具里头面雕最帅气的一个。OK， 那这个帅脸的设计到了这个传世系列依然保持着这个设计啊，这绝对是美男子的一个长相。那作为一个双目标战士的成员，他当然也是附带了两位的这个目标战士，而他们的可动呢基本上就是没有可动，只有变形的时候呢把这个枪呢给翻出来。而这个设计的话呢，我这个不得不小小的吐槽一下，真鼻的时候呢手上的两个目标战士的话呢还有维持这个可以变形的效果，而那一款紫色的直升机呢，我记得是叫响尾蛇还叫什么来着，这个家伙的这个手上的武器呢是连变形都做不到啊，这个就让人觉得很无语。因为这个直升机的话呢，是我觉得这三位成员里头呢我觉得设计的最好的一个，但是他的目标战士却不能够变形啊，这个官方果然很懂得搞平衡是吧。那这个变形也是很简单的，只需要这样翻折一下武器呢就能够变形出来，我们可以将它手持在手上。而他的这个目标战士的战力性是不用怀疑了啊，那他们变形之后呢是一个是双枪管，一个是单枪管，完全呢可以让它呈现一个双手持枪。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你还可以把它简单的做一个合体，你可以把它从上面做一个合体啊，你也可以把它这样子上下这样子握持。这个呢也是合会上面的话呢有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啊。anyway， 就是我感觉吧，这个附带武器呢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武器呢还能够变形成两个，这个能够变形成两个小人的话，我自己觉得吧，这个乐趣度有多了很多的提升，就感觉好像是买了一套的啊，一支小队伍一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模具本身，帅头雕啊就不用说了，他的眼睛这个红色我必须要说异常的邪恶，真的是这种血红色，而且他的眼睛的形状就是那个坏人的眼睛啊，非常非常的棒。手臂平举360度的转动，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超过90度，拳头的话呢比较可惜啊，只能够往内缩，腰身可以转动，手臂的话呢不干涉任何的一个转动，后面的炮管啊这样翻上来，而且它这个炮背包已经收到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小，而且还有一定的造型感啊。对了，以偷胶的话呢基本上除了手臂后面啊基本上可以说不是很严重，这个都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那脚的话呢，前踢后踢侧踢啊完全都不干涉，膝盖啊90度，脚踝的话呢也有很不错的一个接地，加上又有双把武器的加持，可以说呢在人物上面配色的话呢也是看着挺舒服的啊。对于一个把玩派或者是战师派来说，我觉得这款玩具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高分的。那我们就来示范它的变形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拳头的话呢往后面
收进来就可以了。再来头先摆正一下，胸口从这个地方挑下去，然后呢把整个头呢给往前面翻下来，后面的炮管的话呢往前面这里打开，先推出去。推出去之后的话呢，我是建议把这个部件先这样子，好，这样子下来 OK 哦，记得啊，这个蓝色部件要先下来。再来的话，它里头有一个滑槽，这个滑槽往上面推上去，然后呢把手臂往内转进来，转进来之后的话呢，把手臂内部这个地方转到这一侧，然后两边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合并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里有黑色的凸，它这个手臂这里有灰色的凹啊，记得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先把它给扣进去啊，先把它做一个调整，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好，扣进去了，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OK， 手臂的话呢就到这里了啊。那么它的腿的变形是这样子啊，首先的话呢，它的脚在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一个凸，对，灰色的这个洞，这里先把它给撬开啊，当然它扣的也不是很稳了，撬开，然后呢把这个脚折，膝盖弯折，弯折之后这一片的话呢才能够往前面推出来。推出来之后，我们从这个剖面给各位看一下，剖面这里我已经翻起来了啊，我们把它整个翻上去，然后呢这个脚掌这样子翻进来，好，到这边，然后这里面看到没有，有一片的双动关节，它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要把这一片折到后面来啊，从这边给各位看你就懂了，其实就是把腿部缩短的意思。好，把腿缩短 OK 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就可以往这里包覆下来，但是包覆下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要先把这个部件转到这个角度了啊，到这里。好的，那么腿的话呢，这里再往后面翻下来，这里翻下来，那最后的话呢就是从侧边这里扣下去，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扣上去。好，那上面这里也是一样，那另外一侧的变形的话呢是完全一致的。来，我们一样记得先把这一片给撬开，然后的话呢把膝盖折一个90度，你不折90度的话这一片是翻不出来的，这一片好，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我们把里面这一侧挑起来，然后呢这一片黑色部件压下去。好，我们再给这里看一下好了，这一片啊，这一片往后面推。那我要提一下，它的这个地方这一块跟里面这里它是细形沟，这里有打铆钉，但这里没有打，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你第一次掰的时候如果施力不当，很有可能这边会喷溅喷出去啊，这是我个人把玩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意外。好，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先把它转一个角度过来，好，到这里缝合上去。好了，那最后就是把它给扣进去，记得这一片凸啊要在这一片凸要在里面这个红色的凸的内侧进来，然后侧边这里有一个咬合的卡扣，记得把它给扣上去。那最后就是这个两侧两脚这样子扣起来，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好，都扣进去了，这边最后这里把它咬合上，炮塔把它给放下来。这个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啊传世系列的 Quick 震战啊，或者叫你要叫它地震也可以吧，它的一个从机器人到坦克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我们来看到这款 Quick 它的载具形态，它的两个目标战士的话呢是可以一起放在塔台上面的，当然这样看上去的话呢非常的有火力，但是呢也感觉蛮丑的，如果你要把它反过来扣的话呢也不是不行啊，就给各位看一下好了，这就是变成一个什么，就是前后都能开火的坦克嘛，有没有比较厉害，其实我也不知道啊。好，我们这个武器的话呢先把它暂时取到一旁好了，单纯就这个坦克来说，它的可动其实是不太及格的，你这个炮塔除非你这样抬高，但是呢就感觉不是很正常的炮塔转动，而且你会觉得它这个好像底盘怎么这么厚啊，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如果你去对比一下 G1 的老玩具的话呢，好像它真的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说这个坦克的样子呢也不算难看啊，我只能说还是很有一种情怀的一种感觉，这什么形容词啊，那它的底部是没有轮胎可以推的，所以它本身是不能推车。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在泰坦回归的时候呢它使用了老顽固的那个模具啊，所以它的载具形态，如果你要以还原度来说，因为这款 Quick 的话呢它在 G1 的动画片是没有出现，它是以玩具的形态出现在广告里头，所以
等于是说应该是最还原于他的形象，你要用 G1 的那一款玩具呢来做一个标准。那这样子衡量的话呢，这一次的传世系列呢可以说是做了相当相当相当高还原的这个致敬啊。那以可玩度来说的话呢，却不得不提一下泰坦回归时代的玩具呢全部变成头领之后的话呢，它颠覆了一些人物的设计，比方说这不是头领僵尸，你全部把它斩首，全部把它砍头啊，当然是有一点破坏设定，有人对这一点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果你不看这一点的话呢，单纯就它那个玩法，你看那个头可以拔下来成为一个小小的头领战士，可以跟本身那个模具的话呢产生互动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强悍的一种设计，一种玩法。那以坦克的造型来说，如果你讲究还原的话，那毫无疑问还是传世的这一款的话呢会做得比较好。而如果你讲究只要帅气就好了就是也够好玩的话，那泰坦回归这一款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玩具啊。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算不看泰坦回归好了，单纯以现在的 Deluxe 玩具来说，我也会推荐各位，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呢，这一款 Quick 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家。人形也好看，脸特别的帅气，变形也算是有点意思啊，也并不会感到枯燥。那坦克的形态的话呢，虽然跟我们常见的坦克好像有一点点落差，但是又有一种古早玩具的那种强烈的风味，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